起步跳在最快裏面落到紅色帽都係壯志雄心啦，開邊咧出到好快喎啊！白色帽勝利路上嚟嘅，反而起步慢咧少少咧，第三位粉藍帽嗰匹咧一路推騎緊上嚟就轟天雷嚟嘅三隻八十石鏡頭噶啦，好啦，咁啱啱過咗個八百米段處咧，單騎放靚咧，揼到實咧就係壯志雄心啦。咁第二位就白色帽嘅勝利路上啊，第三位就係粉藍帽嘅轟天雷形勢冇變過嘅。 好啦，轉緊五百米翻入最後直路啦，前面咧拖住好慢嘅啫，壯志雄心咧就放頭，開邊外檔第二位勝利路上，第三位一路推騎緊咧就係粉藍寶嘅轟天雷，專精入最後直路咧就仲有350米路程就到終點，三隻馬咧就平排衝刺啦，裏邊咧就係轟天雷啦，中間拖得好實咧就已經壯志雄心啊，開邊外檔湧緊上嚟，白色寶嘅勝利路上咧騎落去都反應唔錯嘅。 仲有250米路程到終點啦，開邊外檔越衝越勁，推騎兩步咧，好反應勝利路上啊！過咗壯志雄心，壯志雄心上第二位、第三位咧，走勢麻麻地，轟天雷嘅啫，過終點啦，贏第一組試就勝利路上，跑第二名壯志雄心，第三名轟天雷。